为君，戏高楼，玉箫有音，心犹在，铁甲无声。 自古倾城天下忧，寻仙问道至中愁。气寒西北，何人见？声满东南，几处消。相逢意气，为君，戏高楼，云影烟。 你前往救援长孙心意，却被敌人所伤。主人将你救了，这是你身上携带的玉佩，小蛮看见这个，好像有事找你。哦哦，知道吗？这里是长孙伯伯亲自设计的，所以把你手中的东西交，把你手。 这里有一张残缺的书画，我来试试拼起来。阿蛮，加油，加油啊！不要让师傅失望。不过是我先拜的师，你可是要喊我师兄的。 如要进门，请先过关。少侠，我也别着急。我关你面相。切换轻功模式，成奔御风，不外如是。对了。 还有这个令牌是干嘛的？去找村长问问。这是江湖令，可以凭此获得诸多机缘和奖励。还有封信来着，我们一同去。 学得轻功，有江湖令。此去长安，该是风雨不老。
请问官爷，赵老二，你那我是。各位街坊，快来看啊！秦老板欺负人。薛姑娘，你逛了一上午不买东西，指望客人砍价。住手！这是哪儿来？客人倒是高兴了，我一分钱都没赚到啊。老板，做生意要讲良心的。你看看，你店，我这铺子。好好，我还有这银头花，这翠玉簪子。金子里面还掺了铜，最多卖一两，你还能赚三钱。这些钗子我用不上。少侠，我看你这样子也是第一次来长安吧？樊楼在长安城中。姑娘请讲。啊，这个时辰，他应该在天后的雕像前当值吧？这个是天下宝物，有能者得之才能发挥作用。我看你行。对了，樊楼可不。明白了，感谢将军。我那是只在夜间才能进入的黑市。李长吉醉仙楼，先去寻他，看看是个怎样的人。你看看这面墙上的石板，简直让人……还有这个，风吹鸡蛋壳。哎，客官，您终于醒了。真是风吹鸡蛋壳，才去人安乐。长安这么大，怎么找啊？先回樊楼看看吧。少废话，动作快点。请点击活动。
机进行任务。这次不跟他说话，直接打。你还追过来了，来来，和哥哥我过两招，让你做你的道理。我李贺李长吉。和薛姑娘奶，以后我就跟你混吧。你这身手，加上我的头脑，不到半年，在坊间我们就能呼风唤雨了。白马到手，你的试炼也算通过了，你可以回长乐村见他吧。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再见的。说你什么？嘿，也是。不过蚊子腿再小也是肉，不能让别人白来上吧。留下白鹿仔。点击宠物，点击完成宠物上阵。